我已经不再是完整的人，已经变成了我之前所对抗的东西。到阎王爷那儿去重逢会更好吧？ 他们或许也曾光芒万丈，但那美好的人性早已消失。充满悲伤和遗憾的我，也将毫不犹豫地斩杀你的金发女官，并追查出真正的幕后黑手。这。 便是组织存在的意义。 好的。